right now we need to help you out. Do you want to try to climb? No, I cannot! 剧场是可以改变人的，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但我做剧场，首先是我希望我自己有所成长，或者是我认识了新的东西，我的人生观、我的世界观、我的艺术观有所改变。有的人会说我是导演，有的人会说我是演员或编剧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到头来都是标签。其实你做什么并不重要，我觉得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做，还有你怎么做。对于这个收获，我希望不只是我自己的，我也希望它可以跟别人分享。所以我选择做剧场，是因为剧场最终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，当然它也是一个人跟时间空间的沟通。那如果要我给年轻的创作者建议的话，我的建议就是仔细的听，认真的学，可是要大胆的做。